东哥啊，是我们那个年代一种特色哦。我们有一水隔天涯，还有什么两望烟水里，还有一首啊，你一定会听过的。我哦，上海滩。哇，现在你讲李大傻嘞，哇，吓死我了嘞！李大傻之后，即系佢嗰个时候前咩啊？前无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冇错，李大傻先生咧，可以话系我嘅恩师。我不需要抢着你了，笑你就笑。他的人呢，是很矮。和蔼可亲的，我是，读翻书的，假甘丹，哦，是啊，他没有价值的哈，哎，任何人见到他啊，阿李先生，哎，唔好叫我李生啦，叫我傻哥啦，哇 ，OK OK， 哎，我讲一个真人真事嘅，发生喺我嘅三舅公嘅身上，仲系一个河边嘅，啊，喺河边嘅，咁嗰个河咧，嗰阵时生活艰难。就好多人喺嗰度跳河死嘅，咁有晚佢就喺度瞓，瞓下，佢聽到出邊有聲音，咁樣佢諗住，梗係有人嚟偷嘢啦，係咪先？靜雞雞咁開，嗰度係冇電燈嘅，伸手唔見指嘅，係，哎呀唔好啦，而家啦，你話講古咪講古咯。啊、真的啊！啊哎呦，如果佢哋中意嘅，继续讲故啦嘛。又讲鬼故事啊！哎呀，卖个关子唔讲俾你听。啊！魔打，佢冇佢冇咩，佢冇后边嘅，佢 M O 啫嘛。鬼。拍完鸟，吃饭完鸟，还在上课呢，都是你带劲，我聊了你干什么？